分享天主圣言，常因生命之泉。下面为大家分享《歃血未盟》，请大家聆听《基督圣体圣学解读经一》，攻读出谷记二十四章三十八节。那时候，梅瑟下山，将上主的一切话和诫命陈述给人民听，全体人民同声回答说：“凡是上主所吩咐的话。” 我们都要奉行。梅瑟将上主的一切话都记录下来。第二天早晨，梅瑟在山脚下筑了一座祭坛，并树立了十二根石柱，代表以色列十二支派。又派了以色列人民中的一些青年去奉献全番祭，宰杀了牛犊作为献给上主的和平祭。梅瑟取了一半血盛在盆中。 剩余的一半撒在祭坛上，然后拿过约书来向人民宣读。人民答说：“上主所吩咐的一切，我们都要顺从遵行。”梅瑟拿过血来撒在人民身上，说：“这就是盟约的血，是上主根据他的这一切话和你们订立的盟约。”天主的圣言。 感谢天主，主内的兄弟姐妹。以色列子民到了西奈山脚下，天主呢和以色列子民订立了一个盟约。正因为天主给人定了这个盟盟约，我们才把这个书称为旧约，啊，把这本书称为旧约。那么这个约是一个什么样的约呢？ 是一个盟约，一般我们说约就是一个合同，啊，立约是合同，但是这个合同不是一般的，它超过合同，因为合同就是一张纸嘛，啊，人双方签字就行，最终有的时候还有一些人不遵守合同，这种事情也常有，但是这里呢，则是天主和人之间立的一个合同。 不过这个合同更高级，那就是盟约。这盟约在历史上啊，不同的国家虽然是大同小异啊，但是我们还看到呢很多相似的地方。基本上各个国家之间结盟都是盟约。呃、啊，小与小的这个团体或者个人呢，一般来说是约；国与国家之间称为盟。 为什么要称为“蒙”呢？这个“蒙”字，我们看到上面呢，现在看是一个明白的“明”，下边是一个器皿，其实不是这样。严格的来讲呢，它上面就是蓟县用的漏，是一个手抓着一个牛头，然后在这个器皿上滴血。也就是说，过去古人。 怎么样结盟呢？那就是歃血为盟。我们看电影、电视，很多人结盟的时候就是拜八字或者什么，会把这个手割破，把这个血滴到碗里面，滴到酒碗里面，大家一起喝，这样形成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那么用这个歃血为盟这个方式，就是表现了双方之间的诚意，而且。 说明双方必须严格的遵守这个盟约，不得返回的一个约、就，这是，因为他歃血之后，就表示着这个约是不可以返回的啊，他不同那个一般的用纸签立的那个合同条约。而且在这里，天主和人之间订立的盟约，我们看到梅瑟是按照天主所吩咐的，先是。 立了十二根石柱来代表以色列支派，然后呢，就杀了这个牛来祭献这个全燔祭。那么这个全燔祭，他杀了牛之后，他把这个血一半撒到祭台上，一半呢撒到人民身上，这就是双方通过这个血来建立这个盟约，这是一个建立盟约的仪式。 那么，建立盟约的仪式，那么内容呢，就是梅瑟从天主那里得到的一切话，啊，就是梅瑟下山之后，把天主的一切话和诫命都陈述给人民听，而人民呢，回答的就是，凡是上主所吩咐的话，我们都要奉行。这就是双方的一个约。 天主说的这些诫命，这些话，以色列人接受了。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和平的，啊，一个公平的约，所以他们就答应。因为天主告诉以色列子民：“我要做你们的天主，你们要做我的子民。”然后天主会赐给他们福地。于是双方达成了一致，这样他们就用血的礼仪的仪式建立了一个约。 因此呢，这个约就成为盟约，而这个盟约呢，则是新约的一个预象。现在我们看到立约是用的动物的血，而新约则是用的耶稣基督的血。所以说，这里的这个约是一个预象，啊，是一个预象。虽然是一个预象，但是它毕竟是通过一个血的仪式来建立了这个约，建立了这个盟约。 所以，以色列子民就理所当然的应当遵守天主的诫命。而且，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上发现，每当他们遵守天主诫命的时候，他们就国泰民安；而每当他们去拜邪神、不听天主话的时候，就会出现灾祸。啊，周围的异民会打击他们，最后还会导致国破家亡。可见，以色列人当他们。 背弃盟约的时候，就会遭到惩罚；遵守盟约的时候，就会得到祝福。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，耶稣基督也和我们订立了盟约，我们也要去遵守。如果我们遵守耶稣基督给我们订立的盟约，那么我们也会得到天主的降福；否则的话，如果我们不遵守，那最后也是会得到天主的惩罚。 那今天的盟约是什么呢？耶稣基督用他的身、圣体、圣血建立的盟约，让我们遵守他的话。因此，我们要遵守耶稣基督的话，凡是他所吩咐我们的，我们都要一一奉行。只有这样，我们才可以得到永生。因为耶稣他本身就是真理，就是道路，就是生命。我们只有通过这条道路。 才可以认识真理，而这真理可以使我们得到永生。